校队就要撤了，您能说几句对武汉的祝福吗？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，武汉人民是光荣的人民，在这次你们替全国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牺牲，但是也做了为全国人民总结了很好的经验。这次疫情不是放在武汉，放在全国其他的地方也同样会如此，所以我们说全国人民感谢武汉人民呢，就从这儿来说。所以我们一定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呢，总结好经验教训，特别在急性传染病的防控应急体系建设当中汲取武汉的经验，让我们国家在这个体制机制上建设得更好，以后再来这种突发事件，再来疫病，我们会战斗得更好，会组织得更好，同时呢也给世界人民做出一个标杆。因为我喜欢武汉，我愿意以后再来，经常来武汉。